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这玩酱。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，你是否回忆起曾经的心酸经历？在吃鸡儿游戏中，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外挂，我们就把这些外挂玩家称为神仙。今天这玩酱就给你解开这些神仙的神秘面纱。跪下！完事儿。我说来人了吗？走了，去咱那屋底位置。啊，有人。我靠！完事儿，撇两个雷，看看啊，雇我，完了，完了，十一杀这小子。这小子有毛病啊，看看他啊。王牌六星 ,KD5.6, 这小子啊 ,KD5.6, 这把这小子肯定有毛病。王牌六星 ,KD5.6, 一个 5.6, 一个 6.8, 我去，这 KD 都吓死人呐啊 ,6.81, 啊这 5.64, 啊这绝对是职业选手，看他们怎么打的最后。直奔这边去，看瞄着准星，瞄着这边，你看着没？他那准星，注意他的准星，他准星瞄的方向就是有人的方向，看着没？刚才他开车的过程中，准星就一直瞄着那边。哎，看着没？这小子，哈哈的哦。剩最后一个了，应该啊，剩五个人，还有俩。正常开车过来，车速很快，他上去就给打下来。看他又瞄这边了，又瞄这，看他嘴型，一直瞄着这个啊，一直对着这点。看他嘴型，一直对着这个防区啊，说明这防区肯定有人。啊，刚才根本没看着人，你看演一下，哎，奔那树后打，那树后根本没看着有人，他为啥打树后？是不是在表演啊？在表演啊？你看看，你看冲了啊！刚才他为什么奔那速打？他肯定是在演员，在演，你知道不？在演戏。你看他们直接奔这个来了啊，就是毫不犹豫，直接奔这来了啊，冲出圈外了啊，直接冲这房子啊啊！看看隔着草打人啊，隔着草打啊，看又瞄这边了，哎，看着没？最后这个隔草打这个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神仙呢？不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